嗨，大家好，叉歪啊！今天我们在自然就开场，户外，对啊，要不然嘞。今天在外面，今天邀请到的是电玩之夜的 Matt。Hello， 今天要去哪里呢？我们今天是要去的是2019年军事户外玩具枪展。这个应该是我之前在成品翻杂志的时候，然后翻到一个广告页，然后我觉得没有，你要说我们被受邀请哦，不要这样。我是因为看到这个东西本身自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，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或许来拍一个 vlog， 然后来看一下展览到底是有什么内容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。世贸艺馆，今天是13号星期五，然后14、15就是这三天在世贸艺馆的这个我们简称叫做2019年 MOA 的展览。Matt， 你之前没有看过这种展览吧？我之前没有，没有。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观众朋友自己也会来看的。我有问到一些朋友，他们六日自己也要来。他们是六日要来，对，好了，我们今天现在大家都要上班上课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趁人少的时候赶快逛一逛，然后算是我们这个 MOA 展的第一批观众这样子。好了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带大家去那个 MOA 里面的，哇，好多人排队啊！对，怎么那么多人？真的超多人的啦，这太扯了吧！真是的，等一下我们要排多久啊？动漫展呢？哇！阿诺啊，这样、这样哦，很难的，阿诺怎么走？这枪是真的超酷的。看到二战的东西的又很兴奋的 Matt， 防毒面具棍，他要说是便当盒，看起来像便当盒。对啊，是防毒面具。希特勒青年小刀、啊。对啊。慢慢走，不要这样。它是有那个后座，它是有震的吧？再压几次啊！I get you the job。
最新的科技了，就是目前的话，在白天有光照的情况之下，你这个枪支的话完全是隐形的，敌人是看不到。可是这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我们自己也看不，其实自己人也看不太到。对对对，那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产品，把玩一下吗？我们现在这个，等一下，我确认它的位置。这把武器呢，在手上可以看到的是，它是声控，你基本上只要说开火，它就会射出 BB 枪的子弹。所以你刚刚已经射出一发了。没有，我现在目前是没有装弹的一个状况。OK，我相信你应该看到。是是，对。还有任何的问题呢，都可以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你的名片也是光学迷彩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名片。是，你的名片也是光学迷彩，完全都看不到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今天的东西好像真的很多，不知道怎么逛，对不对 ，Matt？ 我们不够专业，对于这个生存游戏的领域，你的手是不是在抖？对，我在抖，手抖，想买东西，手抖，但是我不知道买什么。今天这次的这个展览非常的齐全，然后厂商很多，然后各式各样，只要是跟户外用品，然后生存游戏有相关的厂商，几乎都可以找得到，而且价格真的还。不错，是不是？你刚刚是不是很心动，想要买那个手榴弹？我要买那个德军的手榴弹。这边蛮让我意外的是，还有很多二战的仿二战的军服跟装备，而且德军是最多的。对，而且甚至还有很多那种复古的那种可以拿来珍藏的那种军用品。对，大概19世纪末的一些火枪时代的东西。哦，对对对，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2019年 MOA 的展览 vlog。那如果喜欢这个频道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 Matt 的电玩之夜、yeah. 也订阅一波，最近破120000，对，大家都订阅一波，订阅一波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按赞分享啦，不想错过任何的影片、影评、电讨论或是相关的内容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赞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哦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